咱们真的要接这个案子吗？咱们真的要变成资方的走狗去到处要人吗？注意你的措辞啊！我现在是助理律师，按公司规定，我没有资格独立结案。其实都是聪明人，咱不用绕弯子说。如果我能完成好这个案子呢？欢迎你回实业楼。秦律师，你收了尹志强什么好处？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？你有没有想过离开这里？没有。我觉得这里并不适合你。我觉得这里非常适合。没跟你开玩笑。我也没跟你开玩笑。忙出来。好的。哎呦！琪琪，琪琪，你怎么了？妈妈在这儿呢。谁欺负你了？你说。他打我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你打了我儿子还想跑啊？我没打他。看什么看啊？这位叔叔没有打人。你个小孩，你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你们俩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我知道了，他是你爸爸是吧？你怎么了？没事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儿子喜欢吃素。我也喜欢吃素。你好，请问可以点餐了吗？那三号。好吧，那三号吧。你要是见到瑶瑶的儿子，你也会怀疑的，简直跟杨华一模一样。杨华对这个案子可上心了。现在这个社会，要找一个合适的男朋友，简直是太难了。你要是一撒手啊，这一家人可就是齐齐整整了。刚看过监控了，文宇是真的喝多了。他喝多了，他冯凯，妹妹睡了。啊，睡了。那我，你饿不饿呀？我帮你点点东西吃吧。对了，我终于能理解你为什么害怕结婚了。原来有问题的婚姻。真的会像我们多一个人，还要把婚离了，不然咱们之后可能比他们闹得还过分呢。会吗？有人在调查搜集尹总对下属员工性骚扰的事情，你知道吗？跟我来，这封邮件一旦发出去，你的律师证就要被吊销，值得吗？那如果坚持呢？坚持的话，就做好吃土的准备。其实你会后悔的。不喜欢瑶瑶，你为人家出钱出力，你喜欢秦律师，你却放手让别人自由。你别忘了，秦律师身边有一个竞争力超级强的陶俊辉。你离婚了？随便动我东西啊。你离婚了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秦诗，嫁给我，明天我们就去结婚。秦诗，你跟杨华离婚了。我们家秦诗为你的案子尽心尽力的，你倒好，还想把她老公拐到澳洲去，合适吗？刘慧彤，跟我走。
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到处都找不到你，我们都快急疯了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办公室，咱们就从蓝总这次的案子开始合作呗。这就是大部分人故事的结果。这段时间里我也想了很多，一个人也许可以很自由，但两个人也能很自在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